숨 지나 척 하는 이 동공 나 네 맘대로 들었다 가는 너 금색 빨간 사과처럼 I love you like it's a dream 哇，可以，好，开，真的好香啊！背起来，背起来！哎呀 h 大家好，我今天是仿了一个妆，这是我们今天录的第二单，还是跟多伦多第一的美女化妆师露易莎合作，突发奇想录的一个仿妆。现在你们能够看出来仿了谁？虽然说假发有点粗制滥造，但是呢，这是韩国一个出名的女团 EXID， 我们都有点老了，就是发不清人的 EXID 的那个女生叫什么 LE 对吧？她有什么名字吗 ？Ellie 是不是 ？Ellie 一直都有，就是在网上小伙伴的说我跟她长得像，100%神还原了。Luisa 画了，我觉得你画了能有3个小时吧，就是呈现出现在这个妆容，这是第一次学仿妆吧，觉得很有趣，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吧。啊，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我们是怎么仿这个妆的话呢，继续看下去吧。这样子在这个角度能看到对吧？嗯。哦，已经开始了，可爱。呵呵，他刚才呢还有一个这种弄头的，上面写着沉迷学习，我说把这个拿开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没有沉迷学习，不搞沉迷学习这种事情，讨厌，跟我额头上沉迷学习的包，哎不是了，这是沉迷晚上看美剧。他这个妆你觉得有哪几个点，就是你要仿的时候你觉得特别重要？他的睫毛它很 interesting， 哎，它这下面好像是有下睫毛的，下睫毛是横着这样子过去的，嗯，然后它上面那条也是横着这样子，这是不是狗狗眼？就是好像是故意要，就是把眼睛拉长，对，怎么故意要拉长眼睛，也是同样是他，看到没有？能看见吗？他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嗯，哎，蛮有意思的。所以你不画粉底，你先画眼影。对，哦，先画眼妆呢。但眼妆下面不用打底，你就用刚才那个打了底了是吧？打了底了。哦，厉害了。它整体好像都是就是要把眼睛往长拉的那种，对，看我是不是因为他脸也大的缘故，他脸跟其他女明星对比起来算是大的嘛，算是圆一点，嗯，你看其他的他那整个一个女团都是那种小尖脸，嗯，就韩国明星的，对，其实他们这样挺好的，让人家就看到了不同的人。而且那个女生好像就是我们仿的这个女生呢，她特别有才，中间好几首歌都是她写的，就他们团，哦，是这样。嗯，我听网友们说的，好像很有气势。那可能是红细胞、红嘴唇的问题不？有可能是那个光影的问题。嗯，照得像。但我的红细胞特别丑，有时候不好意思跟男生说话。嗯，害羞。害羞，你是不是觉得这词不应该出现在我身上？因为我见男生是有点害羞，已经有这种轮廓线了，就是往后散开的那个轮廓线。嗯，天哪！要眨眼了，要眨眼了，集中眨眼一下。好了，又可以往上画。哇，那眼睛好痒啊！又眨眼了，我太难了。比如说我脸，就是我脸画好了，我要是压着你的脸的话，那妆就会花掉。对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厉害！为了更加，这什么一高人胆大的？给你看我。我看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化妆的时候把在手上挂一个粉扑，对，啊，但那样子是不是很不习惯？嗯，不舒服吧？不得劲儿吧？我的意思是，对，没那么得劲儿。哎，我懂你，真的有点可怕，因为没有眉毛，但是这边的眼睛已经快都完成了，觉得眼线都延伸出去了。对啊，就是懂吧？就是一张很素的脸，然后上面有睫毛，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经常种睫毛的人应该还好吧？不是早上起床看到的也是这一幕吗？看，然后很有特色，他的眼妆，他妈没感觉。你看他也是这里有点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我觉得这很像，
这真的很像，加上嘴啊和刘海和你的很像。嗯，好。嗯，好可怕。但是如果你让我坐在这儿化妆，当然了，前提是我的腰 OK 的情况下。那你有没有经常 suffer 的腰痛的问题？对，因为你这个工作一直坐着。对。你哪天有空呢，在小李？约起来了，你这不是在录吗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，我撩妹嘛，在线撩妹。哇，眼睛好大，我一打开吓死我了，小狗眼。对，而且好像更长哎。不能说，他好像有一点不。我现在觉得我好像他呀。现在他有一点点不灵不灵在眼下。他眼下有一些不灵不灵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加了一点小不灵不灵。现在已经底妆都上好，还差一个眉毛。嗯。哎，这假发看起来很粗制滥造，这是我买的假发。很粗犷的。对，很粗制滥造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真的是我第一次缝这种。哎，也是我第一次。我们把彼此的第一次交给先给了。哎，听起来很 A 这个这段，一段 AA 的片段，丝袜套头抢劫银行，应该是从后面开始吧，我总觉得。嗯。然后往前面走。哎，往远点，往远点。哎呀！匪夷所哎，听到了一声撕裂的声音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他为什么头那么大的感觉？我们仿妆有可能因为这个失败，而且他很白。这个妆成这样，我们就被摄影师往蓝身上。他过来如果当场嘲笑我，我可能受不住。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相仿程度啊。我觉得眼妆近看几乎一模一样。Hello, 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慢慢弄了一个人笑成这样，我就上不去给饭。哎呀，这样子该怎么办？一开始就没有信心。我刚才跟他说，我说我平时不是这么奇怪的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给你的小伙伴解释一下？他平时真的没有那么奇怪。仿妆。好好好，那你们先弄，我去后面分到。好，谢谢。我叫 Echo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Regina。我们可以试一下，我们戴上，全都戴上试试。我们戴上试试。我戴了，嗯，好的，戴上了。哇，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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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很像吗？超像。好了，那以上呢
呢，就是今天的仿妆视频。谢谢路易萨，你辛苦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弄好久啊，但是真的是妆是百分百，我觉得神还原了。虽然说我假发有点不给力，但是找到这种项链简直是路易萨给我找的。那你们喜欢今天视频吗？如果说你们喜欢今天视频的话呢，请给我点赞，我很感谢的。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谢谢你们回来看我，下一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我顶着头发回家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会吓到阿瑞亚。